千禧年美食小课堂，老师，中秋节快乐！爱丽丝听格斗高手 UZ Queen 说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所以今天爱丽丝想来挑战冰皮月饼制作速通。好，爱丽丝准备出击，搅拌馅料，文火慢炒，静置冷却，改压饼皮，哎，材料收集完成，可以开始组装环节啦。哇，燃烧起来吧！棒棒个棒，挑战大成功。这次挑战的奖励是爱丽丝特制中秋限定道具。老师，快来尝一尝吧。想当成纪念道具放在仓库里，没关系，爱丽丝可以多做几份。哇，